只内底，敢那一只公安尔了。无啦，安尼哪有徛着？可惜个个徛起哩白色鸭的身上，还佫把鸭头饲落去水底，体型较细，鸭完全无来反抗，想要选嘛选袂起。朴实的哥就敢那是愈生愈欢喜的感觉，完全无想要停止欺负的行为。伊个叫啊，另外一只来个叫啊，另外伊个刺长啊，你看。后来另外一只白色的哥，伊是看袂过去，出面攻击朴实的哥，来解救被欺负相当可怜的鸭。动物的世界内底，嘛是有见义勇为的代志。附近的民众拢讲，原本计是讲，因是在做会予人歹势的代志，不过详细一看，才发现原来是在欺负，真正是予人大开眼界。素小鸭较早咧流行啦，当时迄个高雄鸭开始流行的时，爱怎煮安尼？以前只嘛有一只黄素小鸭咧互看观赏，啊，就买黄素小鸭诶鸭囝来饲只大只，即阵才变白啦。兽医师讲，在个个世代范围内，伊无介意其他种类来个侵犯，所以才会有这种欺负的行为。总归下有可能是第一个，有可能是领域性的问题；第二个，有可能是它本身的食物不足；那第三个可能性，可能是因为现在求偶的关系；第四个，有可能是它现在有一个互仇的行为，被导致一批当作有可能一些现象。不是解决压力，因为鹅它们领域性很强，尤其这个现象常发生在天鹅。天鹅打架有可能是它自己的家人受到欺负，因为。他的家族观，他的家庭观念比较强，有可能是他看到他的同伴或是家人受到欺负，然后他会基于同伴的心理或家人心理去保护他的一个家人一个行为。白色的鹅看袂惯势，刚欺负的朴实的鹅，最后出手解救白色的鸭。只会当讲动物的世界，什么代志拢有可能发生，什么拢有，什么拢袂奇怪。记者蔡浩凯采访报道。